我这款三餐吧，跟我喊你的味啊，比厝里阁好食啦，赞啦！李老师讲，你厝内底迄味是不是真久无食？唔敢讲啊吼，人拢讲吼，今朝了的细汉头家吼，有娶一个水某，水某是水当当。啊，唔过都袂打苍啦。什么意思啊？水某水啦，啊唔过。啊！你空的啊！你听好无？你讲话哪会这恶毒啦？啊，就是恶毒，唔食爱来你家，捌食甜的啊！哎呦，你吃了牛肉了？哎，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哎，你这么暗吗？你无要伫遮困哦？我是等较好了。嗯，讲来讲去，嘛是家恁兜迄个嘛。上会惊伊啊！我惊吼，是我阿爸，阿哥伊个欠太细。讲到你阿爸吼，伊管囝是一支嘴啦，我家己嘛是共款啊，大无配细。我阿爸吼，占酒家罔占酒家啦，啊毋过伊绝对袂吸酒家女，伊嘛不准我吸酒家女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敢那是一个酒家女？你放心，我想办法给我一点时间哈。当时阿只定金哈，阮兜伊咧吼，空蒙空啦，啊，毋过是一个好皮塞。我伫外口吼，食过啥物味吼，伊拢闻得出来，尤其是薰味的啊。一蕊花，一蕊花，美貌又美情的人子。啊，你若想要唱，你就唱啊！门关起来哦，袂人吵你啊！哎，佛祖啊！啊！你讲迄个唱台语歌的歌星叫做啥？叫文哈，伊叫文哈。你看，伊连名都好较足艺术的呢。哦，啊！你有看电视，嘛入庙较济呢。电视真正有够厉害呢，迄四角箍啊，安尼细细一个。啊，不过文哈敢若亲像伫我面头前对我唱歌同款呢。伊生做实在有够缘投的，哪会有一个查甫人生做比查某搁较水啦？看起来我这台电视买了有价值啦，会当互你看到介意的歌星，搁会当互你练唱歌。你拢无看到？迄天吼，伊伫个电视内底穿银色的靴子，啊，两蕊目睭安尼紧紧甲我看，敢若伫个对我唱歌同款。伊真正是有够缘投的啦，啊！不过吼，即马一天才做两首台语歌，我着安尼直直等，直直等，才有机会看到伊啊！啊，佛祖啊，啊！你为着你介意的歌星，连我这红事拢无要顾吼。安怎？你无欢喜哦？我哪有啦？即摆全台湾哦，有一半的查某人拢伫介意啊，啊，另外一半是年纪伤细汉，啊，无着伤老，我创我介食出。等我几首歌拢学会遐，我才唱互你听，好无？好啊。嗯。我说，你的心情吼，着放互轻松，啊，莫来甲我烦。我即摆吼，甲镇长啊，佮我的好朋友蔡宝德吼，即摆研究。咱基山镇内哦，要开条新的路，我们要沿路哦，去买土地，成买成赢。哦。我安尼做哦，是为着咱的将来呢。咱绝对哦，袂咱拼输伊的细意啦。你爱相信我，阿妈来甲我还，阿我好好啊去拼我的事业，知无？
你辛苦啊，我去给老小姐洗辛苦哈。嗯。十岁姑娘一枝蕊花，一枝蕊花。牵牵小手的苗。